传法讲座。讲话官啊，新港乡公所主任秘书长秘书，那呢代表会啊副主席，也是青溪妇女会、妇联会，新港的主委啊，受我礼数，也咱的讲话官。啊，青溪青溪妇联会啊，主委江小姐淑芬，啊，咱前啊新港道济助善会，咱的市会长，啊，咱现任的啊，咱的会长蔡会长，要咱在座所有，甲咱扶持今仔日。在新港办这场大家合一经，这场弘法大会，各位啊各单位的头家啊，各位十方善知识，大家晚安。啊，咱在中华民国啊九十。七年的五月三十日，咱今日在彰化县和美的隔壁新港，新港乡，也是咱台湾蒜头的故乡，到这个葱头的故乡，直接举办着第三次的传法大会。在过去两次承蒙咱黄副主席，也有咱各位地方士绅，甲阮何美道场，啊，甲阮财团法人中国人间净土功德基金会，啊，彰化分会何美道场甲阮扶持，有这个因缘来将圣贤传落真济真济妙法。讲不了的妙法呢，啊，就着短短两点外钟的时间呢，来甲各位继续个讲解着如何保持家庭的平安，甲保持咱家庭的和谐。尤其面对着现在社会，少年一代，囡仔真侪唔听话，囡仔是躁郁症、自闭症。好，囡仔，哈，颠颠倒倒的代志，予咱的家庭伤脑筋，予咱的治安嘛，单位嘛伤脑筋。在昨暗，我伫台北市咧，啊，一间水明楼餐厅，啊，邀请到政治大学。诶，这里传播学院院长啊，院长，要经教育部处长，现在台北市副市长吴清基啊，市长，还有咱真济大学诶教授校长，
大家共同在用餐的时候，啊，校长呢，啊，也甲问出一件问题，讲是安那即摆囡啊，好想要死，想要自杀，啊，唔读书，苦苦从世界走，这个问题，尤其咱分林科技学、科技大学的林林校长。甲更新护理学院的杨校长，等等，拢对这问题，拢感觉真正无奈的问题。啊，尤其咱南天文化院生物系啊，为什么南天文化院的杨院长啊，从台北市呢，啊，台北商专的校长，啊，这个要咱的台北治理。技术学院伊嘛担任个校长，啊，实践大学担任校长，啊，伊是嘛是心理学的专家。对这个问题，咱新闻系为什么拢努力地拍拼这个问题来个，哈，找个问题。但是在我这么多年来的经验，啊，这个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咧，咱新港的农产品有法度解决。蒜头，蒜头，是安尼囡仔，伊有诶唔读书，暗时苦苦种，安尼颠颠倒倒是安怎？拢对偏引起诶，啊过去啊，咱社会，啊大家家这囡仔，了来发要自杀，唔读书啥，拢怪你政府诶政策。拢错误的想法，无去找到根源呐。因为我接触到真侪囡仔，啊，因为囡仔虽然唔读书，唔听爸爸妈妈的话，囡仔唔是歹，伊头脑有问题。头脑有问题是对对对偏来，偏的问题引起到囡仔的思想，念想有念想无，暗时困未去，俩讲。心中白条的昏莽青山，原因在哪里？这是对偏引起的。所以较早咱这缘到这缘六十八岁这缘，无像现在二十八岁啊，十八岁这缘的囡仔这么可怜。现在少年咱的一缘的这囡仔所接触到的问题。食品的问题，啊，甜食伤济，甜食济呢，偏头问题；甜那食济呢，偏头会倒流，会倒流心脏，一点气，砍对咱的脑、扁桃腺，砍对脑，砍对胃来，砍对胃来呢，胃一条神经，胃粥、胃酸，结果砍对心脏去呢，心都烦，气都缩。爸爸妈妈讲啥，伊无咧信道理，所以囡仔的问题咧，对食品的问题，咱做家长的拢无去注意着。只要伊若想要食啥，咱就买啥互伊。咱缺乏着这食品营养佮健康的预防问题，所以才会造成这囡仔的问题。再来，囡仔的鼻咧，咱即摆唔着冷气有够侪，空调也是。空调嘛是有够好诶，好，我等下厝空气足好诶，殊不知你出来外口又未下，未下咧，屁都问题就来啊，屁问题咧，你都未头脑咧都未清啊，这样子的问题，咱即摆暗时伫困，拢冷气，啊冷气咧，哪里吹是咱暗时伫困去，吹拢开开，哪熬都打。那好大呢？鼻的机能你都直直有出问题啊！所以造成咱囡仔鼻呢，内底就火烧鼻，或者就痰鼻，或者鼻倒流，或者过敏哈呛，等等的问题呢。所以造成整个咱目前台湾，包括大陆的问题嘛，拢到位啊！遐少年一眼的囡仔的面问题拢到位啊！所以这。咱袂使干怪政府，
咱做身为百姓的囡仔的健康是咱家己爱去教育，咱爱去注意，咱袂使逐项拢怪政府。政府是咱2300万人共同所投资的一间公司，咱大家拢有股东，包括咱的不到开始十天有薪以后，咱这个囡仔就开始做股东啊。哦，伊就开始在纳税啊，食减税，边个在纳税啊？哦，所以这都是问题，咱大家爱去注意。咱啊，这几年来，我当着一挂囡仔咧，吼、哦、家长对于囝偏拢真大问题，偏未通诶，还偏问题咧，我甲鼓励讲，哪会当蒜头加做蒜蓉？家家你食饭，甲叫就好食，食一阵嘛，皮毛地都好去啊！啊，皮好去，头壳清嘛，头壳清都囡仔拢嘛有尊严嘛。囡仔我所想的代志，伊都清楚啊，你知无？既然若清楚，好哩好多就袂来啊嘛。所以各位，咱新港啊，大功德。我应该去予咱个这个副主席、数学理事应该伫遐好请。哦，伊咧，即可能伫海边啊款。乌鱼子无欠着乌鱼子个本钱，七遐大地。啊，下面咧，迄、那个蒜头咧，比去年搁较大地。七个男个食咧咧，鼻孔气都出来啊！心凉鼻都灰，虽然是真险。那么全省所有的蒜头上险的是，是咱新港。这是真奥妙，台湾是宝岛的体质。所以，因为我伫咱的副主席的厝，底下用餐的时候，我甲咱前道士会，咱的会长、市会长呢。本来英雄我讲要去遐食，结果到最后无食，英雄都无请我去。我想可能爱去报一顿啊款。好，啊在底下咧，我甲咱到最后市会长讲，咱吼，咱台湾的足些产农产品，附加价值、附加的价值，拢无去开发。像这个问题。会当治社会问题，也是咱会当推广。啊，现在咱在座有诶乡亲哦，我来专门生产有卫生诶迄条多蒜头蓉，吼、哦，若有需要，家家户户搅一汤，煮迄个搅一饭来食。哎呦，迄囡仔，迄个鼻子问题会减足些去啦。会减足些，这就咱社会的福利嘛。那么咱啥都无做，干那一直在想哦，我来给医生看啦，我来吃药啊啦，什么药较好啦，喷的都好啦。我咧讲喷的是不得已的，吃药是不得已的。一旦预防的医学，防患于未然，以及无所性，这是上重要的。结果咱全面的健康，啊，大家也甲咱化工健保局咧，即做了钱，啊，建起啦，我捌看到咱一挂老先生，啊，因来台湾啦，吼啊，是讲有可能去营造呢，一个肝呢，肝十外人的药包啊在食，一个肝都几大包，吼、哦，那不是讲钱的问题，是有够同情，假使换咱刀。哦，你遐一包，你唔要要食打一包，这嘛是问题。所以咱一旦预防的问题，咱就先来预防。都像咱合作讲注意咧，伊讲伊个囝，吼、哦，甲问问题，冰箱内底想咩咧落入去，哦，结果想嘛甲落入去，表示讲咱人伫世间。好，吸收大足些代志，烦恼就对了。那么来要换一样细项的，搬咩落入去？像到底吧啦，冰箱底袂落啊嘛，
那你要不要呢？像我提出来，换落细盘只落入面，无细盘嘛滴袂落。意思讲，咱阴暗来遮，咱个心拍好开，等下出落雨卖差袂啦，迄天空的代志啦。嘿，你莫讲你烦恼啊！我等下出林那落雨无，免差袂，心肝拍好开，盘先落咧，哦，把妙法先落咧，蒜蓉先关灯诶。蒜蓉，你先关灯去，但是我无生产，恁地脑海内，若是咱台湾各地，那是我唔捌诶，知影诶，甲这里甲坑咧，吼、哦、可以处理，冰箱未害，那么咱可以好囡仔偏好有问题，你要食一礼拜开始直直健康，直直好去，我希望讲未来咱。新疆的蒜头，好，那不是讲做无副业啦，好，一旦发挥伊功能，安尼是，咱是不是全民的进步，全民的福气呢？咱一口罩一个囡仔兼食药啊，嘛是咱社会加赚一个福分呢。若是咱加一个健康，嘛是咱社会大家共同加一个福报。所以咱社会真济真济，世间真济真济物件，拢是对人体有帮助的。委员，咱的国家属龙工商的主管单位，啊，共同发出着这个智慧的心，把政治摆一边，人民是要紧。一时啊，这个心，我相信咱台湾是真正一个波动。那无食，咱家咧伫政治上的考量，啊无甲百姓真正所需要的问题，来用心来甲找出来，互咱全民会当得到健康，心灵的健康嘛好，身体的健康嘛好，爱思想的健康嘛好，这拢是非常重要的。所以拄只啊，咱市会长伊讲师傅啊。因阿母，你在新疆讲，大家拢有需要的嘿。我就想好，蒜头是大家有需要的。好、哦，这试看嘛啦呢？你呐试了，感觉未歹。明年咱家新疆的蒜头呢，你也做无副呗？啊，种无副呗？要来咱家的葱头，葱头呢？我在两年前。咱纽西兰啊，咱的华人班的地主啊，啊叫沈竹萧女士，伊讲师傅啊，伊传真好啊，伊讲葱头青食对身体的健康，第一预防中风，哦啊第二呢预防头壳空空，啥头壳空空空，气不通嘛。预防咱的头壳未清醒，过来呢，你降血压，啊，真济的好处。结果大地的一寡只宝物，干阿咱新疆就占着两项，咱无甲摕起来好好甲发挥，好甲巩固。咱只委员呢，咱的陈秀卿立委啊，哈、啊、的秘书呢。一旦等下转单，啊，咱市长呢，咱呢迄个新疆乡长呢，啊，陈主笔啊，一旦转达到咱的乡长，啊，如何来甲新疆，来甲这产农产品的开发？当然，咱爱请代表会主席来监督，啊，咱共同来推动，应该是袂歹。哦，所以咱今日呢，在新疆。举办着第三次的哈方法大会，啊，我拄只伫下面呢，甲我一老地主，哈、啊，就是，咱呢叫做啊叶大成老地主呢，讲阿伯新疆唔知不过话来无，哈、啊，咱真正结论来讲，师傅，那我八位会杀你啊。
因为新港有三处啊，有影。因为该讲我话嘛讲了，要阁讲诶嘛无啥物话好讲啊。只有我求老祖加持祝福新港乡亲家家户户会当平安，会当顺事，啊，大家农产品会当五谷丰登，哈、啊，家家户户赚大钱。若是未来各位有需要讲，哎，能够来新港地区来为各位来弘法的时，哈、啊，恁就免客气，哈、啊，咱因为妙法难闻，这个地方，假使咱呐一天的弘法，你听了一项，甲捡起来用，你就一定有真大的利益。啊，因阿妹，我落去咱的副主席。所我的互相吃饱啊，伊就师傅去看我楼顶的囡仔房间好无？我好啊，我就来参观。啊，参观的时啊，发了一项共同的问题，就是咱的眠床头壳。咱的眠床头壳绝对后壁唔通去吐掉这个咱的液晶啊。咱的后壁咧。眠床头咧，后壁吐着液晶啊时，咱囡仔无要紧哦。那上年纪来，注意中风，注意会高血压。在差不多十多年前，武峰有一位民意代表、国代代表咧，啊，伊爱我去甲厝甲看，我去甲伊楼顶咧，看了伊中午咧。是这个叫做易经啊，啊，这正平呢，哦，因为正平易经呢，因两红阿婆的面层头壳都堵的，这易经啊，啊，易经啊，短后生是左手这边，啊，头壳嘛堵的，这里易经啊，我来甲讲某某人某某国代，你这里面层安尼困。中风，会中风，哦，来过来呢，囡仔呢，会对外口咳咳肿，较袂无想要转来，哦，这呢有迄厉害关系，尤其咱上年纪来啊咧，哦，注意中风，伊讲师傅啊，我某已经中风48岁都中风啊，啊，中风的时啊。看我楼顶落来甲看伊咧，看着我咧，可怜啊！啊，伊个太太咧，看着我紧张，又出个跪涂骹，有够可怜。哦，伊讲，即、這个国台咧讲师傅啊，即、這个阮太太，我搬来家咧，啊，都无偌久，太太就中风。我就是眠床高血压，诶，高血压，伊说啊，我嘛高血压拢降袂落来，我今日刷掉，刷掉，刷掉，山不转路转，路不转人转，结果一刷掉咧，我个一个月过去一个去啊，又血压降落来啦，啊，太太咧，原来袂惊啦，啊，生着小花会出一出一个啦，即啥风水甲家庭。环境成为有足大足大的关系，这我相信，这每个家庭拢会拄到的，每个家庭拢爱注意的。委员，这个健康的妙法，大家用会到。吉言，所以今仔日咧啊，咱吉言，顺咱有咱道济慈善会啊，施会长、甲咱蔡会长、咱所有的咧啊，即个慈善会。诶，大家同修咧，诶，拍拼。所以咱第一届、甲第二届往圆满，第三届咱就爱咱地方咧，啊，咱即个代表会咧，咱咧黄主委、副主席咧来甲圆满。啊，所以今仔看到遮侪人，大家真辛苦。啊，咱和美道场甲清溪妇联会来合办即届，啊，我相信啊，真圆满。啊，我相信今仔日大家来听即届啊弘法，大家想讲，诶，有啥意义？实际上啊，我会使举一个足简单的例，甲大家分享。
第几啊年前，我甲师傅来到丰原这个工业区，啊，要看一间工厂。啊，去到丰原工业区咧，这个主任咪特别来门口口，甲师傅握手，啊，问候，啊，伊毋捌师傅。为什么阿爷问吼？因为伊看书的节目，大师看几啊年啊。伊讲一句话，讲师父，我来看你的节目了后，我才知影讲啥叫做好额头，会袂平安，厝会足袂平安嘞。吼、哦，结果咧，伊就拍电话去甲因这财政较早咧，因旧厝的三合院好额头，这个先生问讲，啊，你来甲我看这种厝？迄、那个先生讲一句啥？啊，歹势，我形容袂记咧。恁看，安尼有可能无？造成因的家庭咧，几啊年拢袂平安。所以今仔恁在座各位，如果来了，我相信恁今仔听书开始了，一定有所获，有所获。啊，当然人讲啊，妙法难求啦。啊！地阮的地河尾道场啊，发生足多足多足多。啊，今仔日啊，师父爱我来讲一寡，甲大家分享的。啊，也会使介绍咱河尾道场吼。河尾道场咧啊，伊创立足少年的，咱民国95年农历12月初才成立，但是咱弘扬的法咧已经足久的啊。为什么？咱弘扬是易经咧。啊，咱复起7000年来，咱中国文化道统，所以伊是真久的法，所以咱也是一个弘扬的法，弘扬的道场。啊，咱这个啊妙法难求咧，我讲一个搁一个易经的例，甲大家分享。在啊，咱有一个学员，其中咧有一个因为啊生活袂歹。但是咱人咧，生活袂歹，讲欠啥，无可能福寿同往求，往会到。但是有一个怨叹讲，啊，我拢无孙啊，啊，结果咧，啊，来请示老祖，老祖讲恁家的姑妈有问题。哦，伊讲假骗，无可能啊。结果咧，是啥人来有问题？啊，一届咧。因为吼、哦，咱常讲的金庙起神啦，伊想讲啊，这老师假骗，大家问神公讲讲嘛有问题，哪有要有问题？有一天咧，因的囝一直要求一个囝，求无阿多去彰化一个神坛呀，结果咧，济公出击去因家来讲，恁家的讲嘛有问题，伊才想讲，大家往安尼讲，无叫老师来看卖啊咧，结果咧，原来咧，真的因家的拜姑妈、相信姑妈，无甲分开。哦，啊，如果你们要了解相信姑妈是安怎处理，啊，咱的教会，咱的协和会会阁开一个班，大家再来学。结果咧，啊，我甲处理的时阵咧，阁一项足好笑的代志，也是足趣味的。各位你一定毋捌听过，相信姑妈甲分开咧，啊就啊，因爸妈因为这个咱这個师兄伫大陆经商无闲，所以拜托因妈妈买姑妈卡嘛买两个，一个大的，一个小的。结果咧写好了后，甲搬背，搬无背。尾后我来讲，是毋是姑妈一个大一个小袂使，哭落去三背。你看姑妈的幸运呢？哦，所以这样是妙法之中藏。哦，那今仔日咧，我即应应大家啊，欢迎各位来啊，咱河尾道场，拄啊在咱所啊附属小区的有一个啊师姐讲啊，当时哪有一个河尾道场啊，我即下我检讨啦吼，甲师父抱歉吼，因为咱无甲河尾道场好啊宣扬吼，那河尾道场咧在咱大殿路，甲咱爱国路吼。啊，咱的人讲的这个大殿卡，哦，咱的沟仔边遐，啊，咱的地占地无宽，500坪，啊，头前有水，后边有山，就咱较早讲的一句话啥？我家门前有小河啦，后面有山坡。我相信各位应该听过这个啊儿歌吼、哦，实际上这也是风水地理呢，
哦，如果恁到山坡前面有小河，我相信咧啊，这地理应该是真好的地理。哦，啊，所以啊，欢迎各位咧有时间来礼佛哦，来妙法篮球啦。哦，啊，所以啊，少少咧借一点时间。哦，啊，如果各位有兴趣，要搁学较侪妙法。啊，咱会使拍这个电话0475665590，欢迎各位咧啊来和平场咧啊礼佛。今仔日啊，当然是要来听师父开示啦。啊，我伫遮小小做一个甲大家分享的啊真实的故事哦。啊，祝各位阿弥陀佛。好，咱谢谢圆寂法师在何谓转这个法轮。好，咱各位，咱所住的厝，咱若无注意问题，就稍等。是前几天，我去南部，有一个家庭，啊，伊的厝咧，原来是原来袂歹。平平静静，平平安安。结果呢，厝前人家去一栋真悬的厝，结果大雨倒落来，倒暗，泰山压顶。因为去看无偌久尔，叫改成啊，要未应验出来。过去的经验，咱厝呐起好好呢，对面人土地。因为他赚到钱，咱欢喜。啊，去较悬的，较悬的，给咱三四楼就压泰山压顶。那恁那要安怎呢？咱只有一个方法。咱厝内底尽量日时暗时电火点火光，你就会破会过。好，咱那个啊，我按这好多山山海顶。迄、那个效力，当然可能我那有啦。好，不过呢，迄、那个效力啊，要是咱对耐心。啊，然后咱的门头顶，咱就七一十五个中道时，出日头的时，咱来挂一块红红的，一块圆镜，中大一块一块银的红纸。咱中道时咧，哈、啊、日头出出来的时，咱照日头影。好，照一头咧，好，一光照照照，照到对面的厝，照一下咧，咱才安起咧，咱厝内底会较烧热，这是安尼咧啊。好，咱若告诉讲，要用哦，要什么做，先讲诶，迄种方法毋是真合理。这都是讲咱，咱大好好是安那会下来，咱的业障就断掉啊，业障就渡掉啊。好，我买一间道场在台北，那么希望将咱的妙法传到日本去，因为我所接的法是对日本传到过来。对慈福2226年前，啊，穿过日本慈福，穿500东南东里到日本，然后建国以来，到即卖2226年啊。那么这中间呢，在日本的建国过程呢，是中华文化、易经甲风水学传在日本，所以日本因为发达，遐个发展，哈比人较早。那么我接的法就接对日本来，但是现在日本的风水学呢，已经煞颠倒，真济代志呢，煞无注重学者呢，疏忽的嘛真济。所以贵国主王禅老祖啦，要开始爱去台办去买一间厝，哈、哦，做道场。啊，底下咧将咱的真济妙法传到日本人，日本人嘛，甲咱讲所讲啊嘛。只是咱来台湾登山过台湾三四百年尔嘛，啊，伊是登山过日本过东印咧2226年嘛。时代无相像，但是。妙法真理拢是共款，那买迄间厝咧，
我们那八一平啊，啊八一平呢，我咱都日本有地主地啊，我你甲买起来，和咱迄间厝会使咧。迄间厝原来的人是做歹大，未真未平安。咱就地主甲讲嘿，迄间厝的人大咧吼，做未平安咧，走也走，躲也躲，死也死，败也败，嘿，唔知是安那。我你要看讲，啊，迄间厝出去咧，啊，都大头尾孙嘛，啊，头大大尾细细，奔到厝。反正啊，头大尾细厝咧，大到尾啊，拢爱起走咯。那笨到就不多处理。好啦，那我一个地，迄个地主咧，日本非常有名画家，啊，亚细亚水墨画学会的创会人啊，李大师，啊，师傅啊，风水真真是不卖用哟，凡是人都离不开风水呀、啊。我你个雕都倒来嘛，怕卖个卖起来，要紧。啊，做咱道场门换倒过来，山唔转，人转，人唔转，咱的心来转嘛。你爱有智慧，换倒过来。啊，甲后壁的门，笨到的嘴门封掉的，换到这边，细小微开门，做了好些个。哦，所以这风水人爱学会晓来转，爱甲来转。啊，还有另外，咱有一个信徒地主，嘛是关系到公妈的问题。啊，太太干了要紧，囡仔嘛要紧，翁婿嘛要紧，翁婿来做上校，陆军的上校，因为伊的身体不好，要生肖奖升未起哩。啊，原因伫倒位？我有一天呢，我去因兜甲看，哇！你的门的去照下，去照下的门面顶，伊你公妈个安的门的面顶，安的面顶出出入入，大家那未闹晒，也是要紧，膀胱无力的我梳理。哦，我原来无位，我请先生甲讲，爱安在门头顶，系安尼较方便，安尼规家伙拢在膀胱发炎，啊要紧呐。啊！伊就我刷落来，啊就哦，安尼我个刷来，刷来无甲讲，刷在冰箱面顶。冰箱的莫大的烫，过较紧。原来你个变数会付，现在个变数烧都出来啦。哎呦，这搞舒服啊！我那安尼，我哩去对去冰箱，哈哈，我厉害。我那个刷的酒毒，啊，那个酒毒嘞，我喝酒毒，啊，酒毒嘞，哈哈，伊嘛就高醉，啊，伊就只能烧着酒，哦，下面吼、哦、有唱迄条都酒啊，有酒台湾酒，有啥个，迄、那个好多有酒，好、哦、有够济嘞，结果做工啊去安伫酒毒面顶嘞，吼、哦，人家当当个醉倒来。刷了银行呢，暗时当当找唔到口罩的，等下到处找唔到口罩，酒醉。哦，一个师傅啊，我那无一个丢，我咧刷多伊，我输酒赌，你讲酒赌掉啊？你下口清掉无？无啦。我所以各位，咱真济人做神啊，咱个安做公嘛，安伫酒赌下口拢喝酒咧吼。一阵咩？咱祖先看了酒都爱食，看了酒都去，哦，酒都解摸，哈哈，啊就安尼养性。那么祖先的酒要来食，真简单，照咱子孙的嘴来食，照咱子孙的嘴来食酒，然后酒味呢，鼻降到咱的。平胖平康一个色神，咱个色神转脑，脑转对祖先，就咱子孙来嘴来食酒，祖先啊对你食，啊愈食了愈严重，愈食了愈好食，是安尼来呀、啊？有人师傅啊，阿要安怎？无我酒当要安怎？挂边啊嘛，挂边啊，所以山不转路转嘛。所有的酒阿伯啊，
去到啊，莫死看个西汤，莫死看个西汤。我惊说惊说，那袂平啊！那看个遐酒，酒是死的，人是活的。所以咱真济人啊，即摆拢喝酒，喝死的酒，小创治，咱拢也唔知。啊，那顶一阵两个月前，报道分局长。哦，去我陈老师，啊，个安尼交通队，伊哈舒服啊，即摆好，案件有够多，拢啉酒碰死人，啊是个弄啊死翘翘，我呢即摆无自卑啊，你是伫要害百姓，那害百姓，你就卖甲开单，你若要爱百姓，你叫啉一罐酒150,000呢，因为我听无150,000呢，甲开单嘛，150,000嘛。开150,000，阿伯都唔敢啉啊啦！我开啊遐贵，一罐150,000，对哇？罚单咩？罚来啉酒，对身体不好，对大家嘛无。当然咧，严格处理。前几天啊咧，有个同僚我安啊，师傅有效咧，我咧顶。更爱啉酒的醉，拢去几啊地房，啊，去几房咧出头，所以我咧开较贵咧，后摆伊都唔敢。现在一无情是未来有友情，这是咱人咧，哈咱做些代志，你爱找原因。所以我看真济信众大德，酒啉袂衰，甲祖先拢有连带关系，咱袂晓修行。不是跟公妈拜而已，我们的祖先就是对我们身躯边，我们身躯边我们的守护灵守护神就是祖先，神是基督的菩萨，神给我们智慧，求平安是祖先给我们求平安，也是我们对祖先有尊敬的事，对祖公啊，早晚点香烧香来敬礼敬的事啊，我们祖祖人人呢，子孙啊，会较乖，会较平和，这嘛是咱风水行呢。所以咱咧开课，全省到处开课，关于祖先会未安的问题，造成事业未安的问题，造成囡仔未乖、未安定的问题是有够多。那咱也希望讲。咱在座何必地区、全省地区，咱农历新历八月九月咧，咱开始会到处开课，欢迎咱各个所在，你若有时间者，咱来参与咱易经大学全省各地各道场分市啊、分道场，拢咧开这课。咱目的希望各位家家户户平安。咱若了解着真理，咱一定就平安；咱若无了解真理，咱问题足些。这我已经看有够侪啊，所以有好处咧，讲出来甲大家分享。希望各位呢，有时间食，咱大家来学易经，做人处事会安心。大家学易经，家庭圆满，一条心啊。咱国还甲咱扶持的企业家，大家晚安，阿弥陀佛。咱政府司下甲咱新港河尾，今日因是足深足深足深。除了到较早我做测量，来到河尾新港。看到这仙人爬网的河尾，搭挂网的河尾，甲新港的所在咧，都一常常有这好缘分。在咱成立道场以后，咱的新港已经两次的传法大会，咱承蒙咱的前道谢啊，道济慈善会。是会长，伊咧，会慈悲，也爱心诶，带领着咱道济会诶，师兄师姐，
来为大家服务。哈、哦，咱现在咧，咱来请咱的司会长，吓、啊、起来甲各位报告，哈、啊，咱道济会，哈、啊，过去，啊，虽然已经无接，好、啊、哇，迄、那个轮替和那蔡会长接咧，但是咧，过去的精神，哈、啊，作些好事咧。这嘛是风水形象的，好，咱的表现，咱请道济会哈司会长，好，让大家再掌声，哈哈。是啊，咱各位长官啊，各位贵宾，各位师兄师姐啊，大家好啊！啊，今仔是咱第三次的奉法啦，哈、啊！以往头一届、第二届啊，是由阮道济爱心慈善会啊来主办。在我以前也未接受到咱这个宗门的时阵，迄我记得差不多伫2004年的时阵，啊，苏很久，伫迄个咱河尾啊，伫咧弘法，啊，阮很久啊，阮道济爱心慈善会，嘛有参加着协办，第一届接受，听起来就感觉，啊，苏就感觉真慈祥，啊，听听就感觉一个观点咧，感觉。袂歹安尼啦，吼啊！至于讲较深入的，啊，咱嘛是无啥了解。但是当我伫迄个两年前啊来接受即个道济爱心慈善会的时阵，我阁冒一个心愿，啊，希望讲会当邀请到咱师啊来咱即个新港遮弘法。为甚物我会想要邀请师来遮弘法呢？因为我曾经伫外口常听人讲。只要师父弘法过的所在，啊，对这个地方都有真大的帮助佮受益。所以我很久啊，才拢有这个心愿，啊，都机缘嘛真好啦，有这个机会，啊，都邀请咱师父来遮。所以讲，伫这两年来，我了解对咱新港方面嘛是拢有真大的帮助，啊，伊师父咧弘法。真正有伊真奥妙的所在，只要咱若好好落听，一定拢会相当的了解甲体会。啊，一只感谢各位，谢谢。哎呀，好，谢谢。啊，咱谢谢徐会长。咱道济慈善会就是，哈、哦，个人拢暗时人在困，哈、啊，暗时交通量较少，看路多于破空。政府要申请来铺的时啊，已经唔知塞死偌济人啊，因为政策的关系，所以道济慈善会咧。还因暗时咧，所有咱会员啊，最迄条做大妈家载咧，一包一包载咧，啊，到各个人啊需要诶，哈、啊，到破病，这都是行善做好事。所以各位咱人咧，到世间本来是互相，本来都是互相。大家互相相帮忙，互相相疼爱，哈！咱爱发挥人甲人的爱心，咱唔通哈无这个爱心诶，那安尼是咱人生就白行诶。哈！咱慈善会得做青师妇女会，伫每个家庭伫。努力的奉献，
咱做咧祖德流芳，祖公啊，一定对身躯边在看。曾经咱有一位信徒先生，啊，伊足爱啉酒诶，但是看了酒咧，就去控制袂了。太太是非常非常的懊恼，伊就来问我师父啊，阮翁足爱啉酒的了，要安怎？我好啉，啉到过瘾就好啊啦。唔过师父啊，看到永远啉袂过瘾呢。你好，你祖公是咪有真够爱啉酒的？哦，有啦，阮阿公真爱啉酒啦，死足侪年啊。啊，你捌用酒啊拜无？捌的，捌甲拜。我你今日转的，逐天用酒拜你阿公、拜祖先啊，特别我阿公，你爱传的酒，哈香炉的、五加币的、海头啊的，吼、哦，伊上爱食，你讲今日甲你拜的斋时，起来就一杯甲甜的拜祖公啊，暗时要困的都甲拜，传一杯甲拜祖公啊，阿春的呢吼，红菜等下一杯了，恁吼红菜啉啦嘿。师父啊，按愈啉是愈爱啉，无要紧啊，愈啉啉过瘾就好啊嘛。因为你阿公是啉无的，啊，老翁是恁翁婿是啉有的，这啉有的甲啉无的拢共款在啉嘛。好、哦，伊就等着叫那个做啊，啊，叫他做咧，伊就哇，有一天因翁婿咧，酒啉的当啊，不要上吊的。伊讲你是咧搞糟蹋了，用这酒拢无险的酒来华啉，一撮酒味都无，奇怪啊！吼、哦，伊就惊到第二天我变来身份是魔术，是阿拉这酒和我昂菜啉啉啉无味，因为这祖先伊嘛啉去啊，所以无酒味啊嘛。但是迄变油啊，变作油，你免惊，哈哈。伊就叫上好啉，阿甲翁婿讲：祖先啊，阿公啊，你酒啉咪就好，伊你酒味叫上个老咧嘿，吼、哦，个老咧就好啊。食无一个月，翁婿见啉着酒就吐，吐我肠啊肚胆拢病出来。哦，感觉看了酒咧吼，迄顿就病咧拢含歪都唔敢食。啊、哦，太太就足欢喜啊，带老公来啊。阿嬷若好吼，有当时啊会甲师傅讲的话破茶点、破茶含茶点破掉，你知无？去坐红菜来烧粉丝，咱烧粉丝风景嘛真水嘛。啊来茶寮呀，我著请伊食一杯咖啡啊，两阿嬷食一杯，阿嬷咧就欢喜就讲：哦，师傅你教方法哦，足好诶！红菜点点叫啊，那。太太甲师傅那有什么的什么撇步会款哦？哈、啊，哈，伊就问太太，你甲师傅讲什么撇步真好？哦，你就真爱啉酒，我逐天创的酒阿公啉嘛，阿公啉有够啊，你就袂爱啉啊啦。哦，嘿嘿，阿婿咁要掠讲诶，既然你等我酒咯。我讲吼，你爱感恩着恁太太，你伫啉的时，迄毋是你伫啉，是恁阿公伫啉。哦，所以你会愈啉愈爱啉。那么你阿公一直真爱啉，一直会照你的嘴来啉。好、哦，我就教恁太太讲，创杯啊，一杯酒，那么两三行红露的，啊，什么五加币的海草啊，但是我无叫创 XO 啦。XO 伤贵呀！哦，安尼是要救你的命？伊说哈，我无怪你见啉酒的时阵，你莫臭老人现呐、啊！伊就先啦，阿公都困做伙的嘛，臭老人现呐、啊！哦，哎呦，我咧在慢慢话话，酒无啉酒好些噶，所以各位啊，咱做太太，咱哪看了？红色的啉酒，咱爱有智慧。祖公啊，人咱的守护神，
小学生，你若无创造何事，做看你慢慢去休假起来。啊，历代祖公啊，叫人去做啊，吼、哦，当阿孙啊，某某人啊，迄啉酒迄唔对的，迄你唔好就对伊安尼，伊会一工落地狱，你对伊落地狱，你就知影代，你就知影好艰苦。祖公嘛爱小强悍的呢，公阿妈祖先嘛爱小强悍的，甲经过咧，那无咯，唔知戆戆啊对你子孙啊直直爱啉啊。哦，你小心甲讲，逐工。在时暗时，哎呀，免偌久一阵啊，红色就愈啉愈少，直直祸害去啊。所以咱的祖先就是咱的守护神，咱的守护灵。家内要平安要顺时，一定爱拜祖先。咱莫讲哦，拜祖先足麻烦的，我信什么教的？嘿嘿，现在真是为了麻烦，哦啊。我就把祖先公妈牌撒一下破破掉。回想是十六年前，啊，有一位国校校长，啊，伊伫宏源嘛，伊囡仔呢生了骨癌，囡仔是做老师，我非常优秀。啊，有一天带囝来问我，我来看看我，哇，你的祖先呐，拢困伫铁卡。几大天贴家，啊！迄牛屎、鸭屎、鸡啊屎、狗啊屎，拢卡卡，逐个拢满面全豆灰呢。无啊，阮祖公死了了，哪有？有啦，恁祖公在啊厝后贴卡，困伫遐，逐个拢满面全鸡屎、狗屎、猪啊，都啊作啦！哎呦，我祖公啊，神志白啊，公妈白。我就较早，逐工过年啊，即做祭拢爱摆足麻烦的。啊，太太都讲，哎呀麻烦，做我唔拢无看啊啦，全杀出来，害后壁跌卡，跌卡鸡啊叫啥，爱去放屎放尿，安尼癌都到腰，祖先啊就无法度保庇啊呢。咱做子孙的人，即就足不好啊啦。无你阿个小小化去无代志，等待后个计赛场地阿么？哎呀，到尾啊忏悔，啊忏悔就袂赴啊！哦，等下要甲祖先讲请等下拜，先拨都拨无杯啦。好、哦，一摸后影，我拨，先拨无拨无杯，拨无个拨到尾，甲你去懊恼去着惊，甲祖先忏悔，是大人。阿公、阿嬤、阿祖、阿太，那会感觉放你这个囡仔就接不好，无可能的代志。所以囝，到尾伊有来皈依，好来皈依咧，我讲安尼啦，啊，既然都来皈依三宝，吼佛法经，啊皈依咧，那互你要死土土的讲较好死咧啦，莫有病痛。你爱求个祖先，我阿祖先无多搞一个，吼、哦，我安尼好阿莫有病，较快活咧，吼、哦，死嘛无问题。既然是大人都唔丢去啊，吼、哦，那么求祖先的原谅。阿囝呢，还是骨癌呢，阿妈是无听，一中间呢，啊，两三个月以后，全都往生去啊。我好滴嘛，你后边要生后生去。听到我要生后生尔，我就直直七啦，啊，直直囡仔直七。我吼，我囝第一大汉囝咧，迄个都骨癌，迄个艰苦的情况，爬到土下有咩冷哦？我紧咧，紧咧，我识讲嘛。哦，我等于祖厝，阮祖厝过去挂香过来拜。啊，祖先无爱哭到有啦。即摆生囝平安平安，啊三不五时啊呢，当着啦，好、哦、师傅啊，哦谢谢你救到我只囝一大点，我这是你爱家己救家己，上帝无叫咱孝人祖先，佛祖无叫咱孝人祖先，神无叫咱把祖先放掉去，所以这点啊，咱爱注意，无祖先绝对无神，无祖先绝对无佛。佛是人修的嘛，哦，所以咱家庭要平安要顺遂，祖先真重要。
药物呢，咱真侪人拄只我看了咱签的单呢，啊，囝三十岁、四十岁，甲咱还袂嫁，我哎，无稀罕啦，阮兜一对要三十二岁嘛，还袂嫁咧，你也三十岁尔，哦，这个个人姻缘啦，个人姻缘。啊，咱啊早唔得，较骨来烧香，甲祖公讲啦，祖先啊，啊，即你个孙吼，查某孙，哈，你都门开开，何等个贵家，何等个贵家，吼，咱卖甲门甲关起来，吼，可以贵家去，啊，咱还袂出来咧，你都早唔得点香，甲祖先个，啊，咱个历代祖先，咱啊查某孙几岁啊？好、哦、啊，你都大概做比，好、哦，你都好、哦、门开开，好、哦、顺心不啊，早一天入门，好等啊传香接待，好那无好，算咧，你的神子牌啊，我的公妈牌，阿伯咱都爱吊电火条啊，老板嘿都都惊，吼，那哎呀你啊！哦，甲祖先小阿讲呢吼，哦，足侪人安尼讲啊，拢记了了，传了了，哦，是不是啊？哦，这是咱爱，所以祖先是咱每个人所爱。那么有的人我都，哎呀，祖先哦，莫当当烧香的，烧香了，伊拢伫厝里拉拉扫的，本来就爱到处拉拉扫嘛，无伊要倒游戏。啊！只有咱公妈祖先着对咱子子孙孙伫身躯边底照顾呢，一做神呢，咱兜的神或者家神，家神家神都是咱祖先想了上好诶。啊，越高位升起来做咱兜的神，咱的拜是拜咱的家神，咱的家神都是咱的祖先的代表呢。所以有的人啊，我拜祖先就好啦，啊，我免拜神啦。各位，咱拜神、供养神啊，阮家有观音佛祖，你所拜的，那是咱的祖先修了上好的、上有德的。所以咱按祖先的神位，一定是神的好评，神位的好评，正评就对啦。啊，咱祖先。咱成功立德，做好事、行好路、讲好话，哈、哦，做社会公益，就咱啊，青溪福利会，咱所谓爱心妈妈，好、哦，要咱那里啊，这里叫做慈善会，啊，铺桥走路，这功德拢会回向给咱的祖先的呢。咱祖先啊，得到上济迄个呢，伊就会来解围。这咱兜的家神，所以为人出来的哦，神雕足些呢，迄咱是无开过呢，咱无开过，即系哦拜足些，咱啊上加三尊四尊就足些哦，因为咱祖先无遐尼济有功德的来有道有遐好的德的，吼、哦、受了也是该遐济神，拢会生遐济神呢。这原因就是安尼，咱厝的神就是这道理，好，就是咱祖先修上好的，来咱成就起咱厝的家神。啊，家神呢，然后伊就通法界神佛菩萨。那比如咱厝拜地阿公，啊，地阿公呢，和咱厝在阿公阿妈阿祖阿太修上好的其中一个，伊会来坐。咱家的位究竟是咱的阿祖阿太咱不知道，咱也免甲跋杯啊！啊，伊是代表着上帝阿公，来咱家，伫咱家镇守家中，保护家中的大小平安呢，是安尼呢。所以各位啊，咱来读易经，咱要所了解的代志是有够多。咱不是讲那个前三年呐，啊，坤六端地上法啊，李中熙的啊，迄条顺微风啦，咱不是讲安尼啊，咱爱的所谓世间的万法，拢是已经用来找到答案。
那就是回中国四川的大地当，那一个很简单的道理而已，要已经推算起来，好，已经说摆起来，就是因为长江大坝，好，三峡大坝走起来，好，地球失去无边东西啊！原来水流出去，好，到海去，海本来也波起的重量，波起的位置就是安尼。那么现在你个炸起来，这所在呢变得相当起啊，相当起也无平衡，地球也无平衡。过来呢，咱因为原来山坑水拢有咧流落来，水压相当，结果你内底的山的山水未出来，倒积咧，结果咧内底就自然产生着一种能量，倒积起来，我都流通，当然爱爆炸嘛，要过有咧，要过有咧，你要要到长江大坝、三峡大坝面顶，你都爱注意咧。哦，所以这呢，那么是爱易经，你都对易经摆出来都清清楚楚。哦，所以各位啊，咱大家若要了解到咱人生的足济点点滴滴，咱的事业会赚钱未赚钱，会顺时未顺时咧，咱大家来读易经，做人处事可安心。大家读易经，哦，这里、个、要投资啥，咱都会顺心。那无咧，那到底对唔对？像现在经济向向木安尼起来，未来要安尼行，这是爱智慧啊。那无咧，那恶人弱，恶人弱，结果外面走来外好，哈、啊，咱唔知跳咧，结果死几分，咱就足不幸啊嘛。这2300万人共同的福报因缘，咱爱珍惜这福分，要珍惜福分，咱大家来学易经。好、哦，国家社会更太平啊！啊，咱新港乡啊，主任秘书、咱主任秘书，咱代表会副主席咧，啊，咱副主席啊，市会长、蔡会长也来讲主意，啊，咱在座各位乡亲啊，各位同修，阿弥陀佛。风水切一牛车，马用无十压，千斤万卡。哦，这个利是有够多，有够多。那么讲讲未了，目前呢，下我呀，咱真侪地主，法师、讲师已经有130多名，啊，30多位咧，130多位在全省各个所在。拢同时伫开课，希望家家户户过到较平安。每个人家庭会袂顺失的是有够多，但是拢有原因。上天予咱是平等，那么咱爸爸妈妈甲咱生出来嘛平等，是安那咱整个人生会袂顺失呢？有足济足济原因。曾经咱有一位信徒先生，啊，伊就是好名嘛，伊个名嘛影响人呢。啊，咱唔知捌甲各位讲过啊，唔捌啦吼。我阁重复一遍，名一个声音，名意义真重要。好，今日啦，甲我咧表白表白背道背义的一个先生。好、哦，这个也名要舒服。我改过是名，唔知好啊歹了。好、哦，我你原来叫啥名？姓廖。好、哦、啊，廖啥名呢？潘世公。好、哦，这潘世公我就别个问啊，我就个比论一个例。啊，我是6年前诶。去台东佛教会理事长，啊，明定法师伊个徒弟咧，永慧法师，伊摕一张迄个伊个徒弟个名画画。讲老师，你看吼，这名好无？陈文学，文学袂歹啊。
国语纯文系，我爱单文系，单文系，哟、哦，七岁直直跋，走路嘛跋，骑铁马跋，骑得嘛跋，反正跋跋到现在迄个时阵都二七岁，我说单文系，好、哦、纯文系嘛，好、哦、就是安尼哦，我后来甲改掉的，哦对，哎、欸，阿尾甲改啥呢？啊！我啊，啊！这谈论事，看他跋了就爬不起来嘛，就爱爬起来，爬到进足一进，吓！啊！我改一个单文进啦，哎、欸，改单文进算这六年还没跋了，啊！我那谈论事的统统在跋呢，啊！要咱几位地主，啊，华人呢，啊，一直公家机关上班，有一天过台安市，听我话。师父啊，你看我教文如何？啊，伊个名姓罗，美国个美，清水个清。哎呦，美清袂歹呐！我啊，要是罗美清，罗美清啊，罗美清哦，哇，恁大门全笑人。有师父啊，阮家四个人两个笑诶，伊某嘛笑。嘛唔知啦，医不好。阿囝呢？我看呢，啊，世界是和尚的和，罗氏和，我罗氏好啦，罗氏好。我这个囝，吼、哦，迄、那个我要甲罗氏啊，啊罗未清，哇，老名都改改，改到艺术，民生必为，爱有艺术啊，改改掉，平安嘛。这嘛风水呢？哦，那你名未使咧有谐音，啊，那要咱就地主嘛，也叫先传嘛，先传清雄嘛。哎、啊，你叫咧三十外岁，要吃唔妥谈。哎、啊，老婆，你若买去迄、那个，如果你名啊，或者太轻松，名啊蔡轻松嘛，蔡清雄啊。国语叫起来叫做太轻松，一转别见出来他，别见出状回，啊太轻松啊啦！哦，我师父啊，我这吼，那唔知要安怎啦？哎，人把你轻松都无问题，我的轻松，我的囝轻松都唔趁食，无共生，无共生，无共生。哦，所以讲，这咱要学的足些呢，足些呢。我讲讲未了的，这里呢，一里通万里天。关于咱的厝顶的风水，咱即摆真济人啊，因为建筑法令划过拢空头前，恁呐爱注意，恁呐要买新厝，头前划过空头前的时。上好你叫改后壁好评，改后壁好评，那无卖甲买。在座你老起厝吼，你莫怨叹师傅安尼讲。哎，你一旦啦，你甲改后壁，达就无问题。哦，曾经咱有一位信徒地主，马兰江华的尔，伊咧买一间厝，别总是真水。啊，咱彰化人啦、啊，是秀水，买伫台北，啊，伫迄个都信义计划区迄个所在，一大楼一楼哦，会很大画来了，结果大入去咧，查某囝精神起问题，后生精神问题，一家的精神问题，规家伙有问题哦，我讲你正厝土卡是西困。面头就拢晒困，哦，我规栋大楼，哈、哦，迄、那个对外头前庭院的所在，规拢晒困，大黑个、大黑个啦，大窟的啊，大窟的就对啦。你逐天都经过大窟的，你现在内底所穿起来起是垃圾的，所以你这里走，那向西
查某囝小弟兄，向西南查某人小弟兄，向南的中立乡弟小弟兄，向东南的吼，即、這个大汉查某囝小弟兄，向东的查甫大后生小弟兄，向东北的少年后生呢小弟兄，向北边呢第一个后生，啊、哦，向西北的老大人，这个吹牛牛念的。昏梦青山。哦，这个问题印证够多，所以各位，咱有诶，那拄着买着无法多解，咱就三个月、四个月，叫人抽肥诶来抽，家抽空空。啊盐呢？六四五斤啊，落五六斤拢无紧，甲倒咧。啊，水则个看看强，看看强，迄会将这垃圾化掉去，这是足好的方法。吼、哦，啊，会化掉去的时啊，自然家内会较平安。所以咱大个厝，咱因为建设公司的好多，在六年前啊，七年的时候。台中有一间建设公司，真大间建设公司，因为副议长都请我用餐吃饭伫饭店，啊，伊就招待几啊间建设公司的头家，哈、啊，作为用餐。啊，那么副议长啊介绍讲啊，我咧讲风水地理厝真重要，结果呢，哈、啊，这位呢，这个哈、啊，其中上大间建设公司头家咧讲啊，无影啦，人阮都遐好过啊，怎？我下头家啊，你就较自卑咧。你真好未？啊，同好未？真好未？人大了未平安，你失德，你知无？我阿未啦，迄个去福地福田基人，阮都无要紧。哦，讲到呢，我就白开讲啊，真无自卑的人。啊，过一时啊咧，也是总经理来啊咯，总经理来咧。啊，都咧讲哦，今日吼去看厝的人足济，都无一间成诶。吼、哦，这案呢，两百外间安尼，甲即摆拢无成绩。吼、哦，唔知要安怎，真烦恼。推出已经半个月拢无。哦，即个你一直看，一直甲看，我咧看啦，看我真心切想一个人对无？嘿嘿，对不对？啊，我是毋是摕一本迄个册？今天来看厝，拢摕这本册，啊，结果无一个成。哈哈，哦，当时原来就是你，我不要想，我可能改改方便安啦、功德啦，卖遐无自卑啦，哎呦，赚了钱失了德啦，无好啦。我送这本册给你，恁来得上简单，你拢甲用用好。照照要读，照个设计真简单尔，叫建筑师设计，若无钱咪要赚嘛。你是安尼，就一定讲家己的方便。哦，安尼哦，原来遐厉害哦。哦，就等于就将你摆装改改了了，图重新推出。啊，甲我这本册个可以多顶。要创会知无？讲这吼，我这厝吼，拢照这个浑圆舒服这吼，这照这标准设计，恁大人平安，卖了了的，无一个月两百户卖了了呀。因为伊符合到风水法则，大家大平安嘛。所以咱各位爱注意，咱做建设嘛好，咱要买厝嘛好，要建筑师嘛好。咱一定爱遵照天理，叫做遵天大法则，叫风水易经嘛。啊，咱的法门，我每年的九月初六，拢开世界华人养生班、易经风水养生班，完全免费，反正啊，先老师加千个个教，我个停四个月个教大家等于外国一样去开课。用去帮助外国的朋友，结果咱有一位杨女士，伊在做针灸医生，伊去啊纽约时啊，哈，伊也是个外国人，啊，就去哈，大家熟悉咧，啊，就去厝去甲看，
遐看就看较多伊咧，啊，你哪里有毛病？看较多哪里有毛病？香港工人讲起就奇怪，你不要把脉啊、哦，好、哦，你们把脉，你想了我懂，因为看到你那不对就什么病，那不对什么病。哦，啊，美国人啊，遐人哦，恁中国遐有够厉害，好、哦、是安那看这都生什么病，风水嘛。足简单嘞，所以各位啊，咱这本册送予恁，虽然送真济予恁啊，恁有诶看了无啥物迄个，你内底你着好好啊甲读，啊好好啊用，留予恁囝恁孙。过两千年后，你来看这本册，若无准我输你。两千年后，你来看这本册内底内容拢共款，达最有用效。那不相信，咱来看我，那模样我输你，看是你要请我，还是我给你请拢好。两千年后，哈哈哈！哦，这是真理嘛？嗯，是咱的虚伪的。所以各位啊，我是安尼阴暗拢讲边，我无讲遮，这一看都有啊啦，家己读啦，叫恁囝家己读啦。啊，曾经啊，有一位教育家，啊，伊呢，啊，都有代志来请示王禅老祖，学校是非常未平安呐、啊，有够未平安呢，唔知要安怎，啊，都讲我都去啊，啊，我去，我哈哈，哟，校长啊，你办公厅出来。拄啊，楼梯一支粗嘴，虎口开嘴，对恁爷要食的，大家校长嘛叫说哩。叔，那还厉害啊！我啥厉害？我过去三任的校长哦，那不是叫好改，都走去吃卡，吼，都叫人啃死。好、哦，安尼是三音，含我过来吼，有咩方说呀？你知无？我真简单嘛，哎呦，你卖看伊就好嘛，你问我边嘛，卖看伊就好嘛，也就好了。我丢我无样啦，哦，刷过来了咧，当唔啦，七年啦，啊，七年学校办的好世界呢，啊，无你讲哦，安怎啦？哦、所以各位有其行必有其灵，有其灵必有其应。在咱的婚姻，啊，要去高科，遐种啊高阿伯、高爸、高小、高阿伯、高小呢，啊，迄间的校长，每个校长男的《西游记》都中风，啊，大家主任。拢是怪病，无甲无无法的，无人敢去做。啊，有一天呢，看到一位，迄个一个校长去前头是在找我，名叫做王月娇，哎呦，校长名王月娇个迄个，好啊，讲你贵叔，因为我都学校真袂平安讲话听，啊，我咯，好啊，我咧看，结果。门对出去，像这这条一条农路，差不多一公里远，噔噔噔，然后插出来，插在心中。所以，大家校长心脏病、《西游记》，还是中风，啊，老师拢，迄大家拢怪病，有治《西游记》，有治暴气，啊，开刀等等，我哈哈呀，校长。门甲封掉嘛，真简单甲封掉，我甲刷边去倒啊，刷去打倒十一年啊，阿冇个校长出门的啊，阿冇有老师出门的啊，你若要去，用去看者，对面拢咧卖鸡鸭兵、蚵仔兵，足有名台糖的兵，我今来去拢去买兵来食，我想说，甲你介绍好食的所在的物件。啊，对面就国小啊，你哪样样去看？所以风水学，风水学啦，不可思议。在九二一的时，南投咧，吼、哦，所有的学校，
我甲因服务123间完全免费服务，好，你重新规划，啊，规划到尾起的都99间，一线五里咱都无甲要求啥，而且那个诈骗东开油钱来报喜，好、哦、来付出，好咱500位爱心团，好、哦，你这里来服务，结果现在起好啊，学校学生。老师祝平安呢，所以咱财团法人中国人间净土功德基金会，好，咱再成立一个打造人间净土、创造人间净土的爱心团，500位，咱就拢江苏，啊，咱呢要伫全省各乡镇有需要咱服务的，完全免费服务，做一个500位来为咱地方一口气。好、哦，一天那有需要的来服务，好、哦，看人家咱遐江苏拢会甲去服务，所以今日咱来遮，我嘛要来征求到咱代表会，啊、哦，要咱的乡公所，咱的代表，咱的福利会长，若是讲咱有同意讲，予咱全乡的家家户户过较平安。洪水冲面有需要阮服务的，阮完全免费来甲各位服务，各位的平安，就是咱大家平安。好，若是有需要，我会请咱延禧法师、甲咱延庭法师咧来甲咱乡长，好，甲咱代表会，还有咱的全力，咱来共同来妥协。哈、啊，来研究啊！那需要阮服务的，阮会派一届500名到咱贵乡分开各家庭有需要，照名单有需要去甲恁服务啊！唔对的，一届甲恁安尼届，爱瞧啊，甲恁瞧，当瞧啊瞧，家来较平安。那唔知主任秘书等下报告啊，会同意无？或者咱代表会副主席？啊，等等呢，咱若有需要阮服务的，免客气，咱共同来创造和谐的社会跟人间的净土。一个呢，咱免钱，而且呢，咱这是教各位保护自己，不伤害他人，然后帮助他人。啊，有人讲，老师啊，师傅啊，恁来遐讲，恁后壁唔知要卖啥无？我咧讲，阮兜无啥物件好卖，吼、哦，某囝又袂用卖啊啦，吼、哦，老爸老母嘛袂用去卖啦，孙仔嘛袂用卖啦，我的财产嘛袂使咧卖啦，我的寺庙道场嘛袂用卖啦，要卖啥？我只有结着一生大家好姻缘，吼、哦，大家好姻缘咧，中华民族那种妙法。咱的王禅老祖传这些风水的真理妙法，咱嘛希望讲传予家家户户。各位要来学，时间也较慢，阮爱会当讲来创造人间净土的运动呢。啊，有咱有500位，拢是属龙工商的头家。哦，像咱在座真侪学员，恁要初级班尔，恁有诶要11、12、13、14届尔，遐拢一届到第八届，咱老同修、老师兄，哈、哦，拢有经验诶来为咱诶乡亲来服务，全省各个乡镇，乡镇长，若是你要为真正为咱乡民，另外一个阶层创造大家较平安、较和谐咧，我建议用甲咱。善律师，好，咱爱心团，好，咱财团法人中国人间净土功德基金会，咱的爱心团各分道场，咱来联络，好，咱完全免费，而且来向各位乡镇长、地方首长、各阶层的首长，甲恁报告着，共同来创造台湾和谐的未来啊！这也是风水。嘛是大家学易经，做人处事可安心嘛。大家学易经啦，大人囡仔该聪明。大家学易经啦，
公司客户无起心，大家学一经修行道上可见性啊，大家学一经家庭圆满一条心，大家学一经国家社会更太平。哈兰公所主任秘书、张秘书、代表会啊，副主席、副主席，咱市会长啊，啊，江主委、蔡会长，咱各位同事阿弥陀佛。啊，真理妙法一念间，真理妙法在一心嘛，各位，咱宗门自创立以来已经二六年，在这中间呢，真侪妙法，社会各界，咱的尤其咱的华侨，趁真大钱的人用足些，咱的妙法，比如咱拄只在念阴阳日月最重生，可惜。天理难分明，若有真性归国主，一出天下定太平。这是卡电话和王禅老祖归国先师伊个28字的电话号码。你若要找王禅老祖吼，电话马上卡嘿，因为合众起来，这电话免钱诶。好、哦，你阴阳日月最中心，但是闽南向东哦，嘿，王禅老祖是东方。啊，阴阳日月最中心，可惜天理难分明。若有真性归国主，一出天下定太平。啊、哦，咱来念36遍，较济只108遍。嘿，汉时挂号的，就是108遍；汉时的36遍。平信的12遍，啊，问好的2-3遍，啊，你俩，哎，咱的祖年啊，泰国有一位藤匠的头家当首长的夫人，当然先律师来求法，啊，因为伊咧，这藤匠的当首长夫人是咱台湾查某囡仔，先生。是潮州人，大陆潮州的人。啊，伫泰国开的糖厂呢，世界上排伊第二坎左右的。但是呢，前几年伊的生产量拢是真正拄好，无他偌好。所以啊，那么这位夫人啊，讲情形话听，我送伊一本册。我讲头前呢，四句偈咧，好，你若会晓读，阴阳日月最中心，可惜天理难分明。啊，你四句偈诶，好，你若再拾起来面向东，108遍，当然上好。你有什么代志？你只求什么代志？甲王禅老祖报告。啊，伊咧，好，就安西咧，因做事业人。较沉、较稳重，伊袂随便扑扑照。爱早时起来一定面向东，家己念108遍，然后求王禅老祖来慈悲，予伊糖、伊糖分、糖生产会较济咧。啊，求讲迄、那个伊个甘蔗园咧，雨水较足咧。伊干咧求安尼尔，结果去年甲。今年3月呢，新历3月，都一个糖期都煞。结果今年呢，吼，伊的生产量呢，较早每一年生产差不多250万吨，上加300万吨。结果呢，今年都500万吨。数量增加500万吨，世界上大的这个糖厂，哦，伊来搞师傅啊，我吼足相信王禅老祖，我足尊敬你传这好的妙法。
我哪都一直看我，我都在是真开心啊！嘴洗洗，面洗洗嘞，吼，手洗洗嘞，啊，面向当然合掌来念这四句偈，一名入我最中心，可惜天理难分明，日又真心归国主，一出天下定太平。无你咧念国语、台语拢会通，英语嘛，王三铁多多听有。那唔相信江主委，你用英语念看看，我会听懂。哈哈，哦，用英语念嘛是听有就对啦。哦，所以一整年来呢，腾将也腾龙，我来迄个车车来的时候，过去上高动动车半工就破掉个，即摆一动三工，车开来一动三工才轮会着伊好崩。哦，伊就甲你讲，那王禅多多只为大家准备，这是真理妙法。所以各位啊，咱这听这个道，听这法，你若要用，扣一样起来用，啊，咱就一定会真正好用。所以咱就以腾向头家啊，啊，伊就邀请到今年七月，希望去泰国去啊弘法。啊，去演讲！台湾同胞、台湾人呢，在泰国有600多万人，600多万人有够多哦。我印尼呢，好、哦、1100多万人，印尼就是石油大王，嘛这回呢发挥当来拜罗座。已经是大学，大学。原来事业又是印尼大游王，但是遇到困难的事，唔知要安怎，叫天天未应，叫地地未灵，啊！你更欠钱的遐大条，啊！钱红去倒去红倒去遐大条，唔知要安怎？看咱的大地主圆通啊，大师兄哎，啊，伊去咧，教伊讲，师傅传咧，早时向当念王禅多做赞机108遍，家己祈祷，伊就照常安尼，啊，煞转咧，无多行的，无多行的，啊，那要甲倒的，煞唔敢下倒，哦，所以伊就要开始公司做稳定，嘛，这回水落回咧，农历3月26。哈、啊，当然是你嘞，来感恩的罗祖，啊，赞叹的王禅罗祖的真理妙法，普利人天呐、啊。所以各位，恁有什么困难，再时起来面向当合掌，一名就我最忠心，你用唱的也可以啦。阴阳日月最长生，好、啊，你唱歌也可以，好、啊，或者唱英文也可以。当然晒，但是你要108遍。好了啊，罗座啊，我后生娶无啦，啊，我早嫁嫁未出去啦，啊，我媳妇未生啦，哦，拜托罗座帮帮忙啊！哎，大公无私的祈祷一定有效，大公无私的祈祷祷告一定有效，只要咱无为私心。哦，若是讲咱要做生意未顺失，你再时起来面向东，108遍，你祈祷，然后你点点啊，甲王禅多做，你甲王禅多做想徛伫个面头前，哦，坐伫面头前，你甲多做并无改变，你用阿公像甲阿公咧讲话同款啊咧，哦，免甲哦免阁读字，下来都乱个，下个来都袂赴啊。哦，你都家己很真虔诚，甲王禅罗多禀报，赐我智慧，赐我力量，赐我信心，哦，互我逢凶化吉。你爱有心，你一定罗多会甲你斗波比，因为恁念这四句偈的时，两天护法经过，听过这四句，一定爱罗甲你斗帮忙，你知无？但是几下项袂杀了。你要挪走啊！我啉酒，莫喝醉啦，无效。
照水。啊，啰嗦啊，我跋筊啦，好好赢啦，你一定输耶。啰嗦袂甲你叫跋筊啦，你知无？要甲人相面，啰嗦啊，画面赢啦，你一定输，红拍个做用做告别。那要小怕啥创啥，要小拼要小过，啊！你要小过，啰嗦安怎好赢啦？你若无你啰嗦，无可能好你赢。咱照大公无私，为全民，为大局，咱来奉献的是，你祈祷往生啰嗦，一定会顺事。另有咱一部《天地经》，甲迄往生啰嗦所传，在澳洲前两年拢空哇。一个空我个上严重的时啊，羊啊呢35万只，我一去照大块拢刮刮来做一个总大家死。啊牛啊，铁渣台，农民三工啊自杀一口罩，看偌严重的恶修。啊，咱这地主呢，苏玉婷，啊苏玉婷呢，伊就囡仔拢医生，啊啦，伊就带着啊规家伙啊。喊咱华人班呢，大家一起恭送鬼谷先出天德经、天地天公经来祈祷，祈祷讲会当爱落雨。啊，伊文书呢，第一张文书写呢吼，咱的文书编呢，第一张呢，或者写讲祈求降甘露。哦，伊就上经山，真正落甘露，休息下都甘露啦。伊讲但安尼嘛未解决。哦，我第三天呢，含因翁啦、囝拢哦，医生嘛，咱过来上经，过来上来回向。啊，文所写，吼、哦，破港，哈、啊，那个叫做降雨露乌罗，叫上台先甘露，叫做甘霖，霖都卡一好。上经刷第二天呢，蒙蒙雨一天，但是草啊、吹打、浇吹打不好。伊讲啊，安尼好啊，啊。前迄个降下大雨呀、啊，落大雨，吼、哦！上山第二天就落大雨，落大落一个山，叫山海。咱山爱咱慈济呀、啊，慈济功德会叫大菩萨啦，一山去敢救济，还是个无三好清，天公派走啊！啊，天公有够派走，我才上天的经，天公经，咱就传天公经。啊，那么每一届澳洲那里旱灾，也是啊，那里师兄，等下华人班的人，等下他个咧，好教因上经咧，等下教咧做，结果澳洲这迄、那个或者旱灾解毒啊，迄就是话，咱等下上一经的课，咱是兼接法。咱的法门爱大家兼也要上经，唔是讲咧读易经尔。你读易经是五术的小部分尔，你爱包容到五术三千大千世界一切万法，所以咱爱兼上经。咱爱上的经足济咧，咱家己上经给咱的祖先，上经给咱完成借助，上经来共同来祈祷。那像咱过去农药用足济，啊，那么在去年含何米稻场前后差15天落成的中港稻场，中港稻场是伊的天命传发开到烟灰、软冬、芒啊糖，啊，迄、那个菜糖、树啊糖、烟灰、软冬，大家都上京。上经去超度，依法去超度，咱原人法师底下看，啊底下看呢，啊伊照安尼做，结果去年一年呢，农药量减一半，在做唔到做农药个无，有啊，像亚秀，有没有做贩毒嘞？有啊，有啊，无人贩毒个，啊那无你问看嘛那呢？啊伊所查因个同行呢，啊这农药量减一半。因恁种酸啊，种长啊，去年农药侪啊少啊，长啊酸爱用农药啊，哈，会着？哎呦，啊去年用侪啊少，也不了解吼，包括啊都降较少去，减少一半。
所以咱上经家己为大众积福，为自己来积福。哦，这拢是咱这个宗门法门，大家共同爱来学的。人生长路路，当时在咱你唔知，一旦发生，如何自己来一当来超度一切苦厄呢？哦，这是非常重要的课题。所以咱有当囡仔真无平安，囡仔真无乖，咱有传法啦。恁大家老囡仔迷失去啊！我鼓励恁等于先佛师，啊，先佛师诶，咱查了，咱就温法师、温师姐、温法师，我有传法的啊，啊，伊会教恁安那来做，只要恁按照安那来做，咱的囡仔一定会平安。囡仔是咱生，咱爱好行正路，咱老囡仔对落，也歹地格，咱嘛爱对你落地格，袂好啦。连带波紧，哦，连带波紧。那么如何卖好囡仔对落？咱要传法呢，家己爱要读经，读经仪式可以，安那咱会教恁足详细，教恁做到啊。所以救人不得救家己嘛，救家己不得救真真正正的家己。都是呢，咱哦，我弟子呢，哈亚凤呢，师父亚凤呢，用师父啊，咱分出些问题。我这问题，今无要给恁解答，慢慢解答。我教恁方法多啊，我教恁方法，教恁抓鱼啊。安尼阿拜呢，咱自然呢，烦恼会减少。所以我鼓励大家爱当啊读易经。来来共修，咱真正弟子说：“哎呀，师父啊，遐学遐学，无要啥学上紧，上紧就食毒药上紧尔啦，敢有解决未解决嘛？啊，要咱有信徒，囡仔爱去食毒，但孩也唔知要安怎，老爸老母头壳莫咧烧，你甲人讲法都无路用，爱解决，如何解决？”第一，要自己检讨，咱是不是有亏待是大人做什么？做老爸要检讨，咱是有友好无？咱做人是不是有差不多无？第一，啊，第二呢？咱家己是不是有咧修行无？修行有咧超度做什么？啊，第三呢？哈、啊，咱呢家己对囝的教育是有正确无？足些问题，但是都发生啊！反省爱反省，卖给我反掉。但是发生啊，上可能就是咱的囡仔俩不停。那你要安怎？爱有慈悲啊！你讲我之前听见了，公言大家嘛听见，上无听见，感谢看到你听见俩，大家嘛在听。那么咱想的唔去修行，唔家己来学一个真实的道。除了就做人处事以外，咱是安怎把学习多，学习法呢？救人不得救家己嘛，救家己不得救真真正正家己。所以各位咱有闲咱来学多啊。哦，咱是教各位，咱会当个人未使挂无事牌，万一有什么代志的时，咱我都苦给撇向，安尼是咱就解答了嘛。所以各位啊。咱为心中的法门，咱是以为国来修道，为人类来正福田来积福，哦，这是非常的重要。所以风水包罗万象，风水不是干我厝内底的厝向，也是面村向，也是灶卡，或者拢不是安尼。拢唔是遐个小安尼尔，迄是有形上是遐无形无相的跨度，迄才是不得了耶。曾经咱有一位哈大德，伊嘛是代代的教授啊，啊家己查囝咧吼，精神起问题，一定七楼个背咧一楼诶，摔一跤见，佫无死，一喘唔知影人，伫病院困四十五天，未精神。今日伊同我咱的地主，一报伊来找王禅老祖，啊，我甲讲你去找某某人，
咱的法师文法师，我传法弟啊，伊只教伊讲，你等下上药师波禅49天。然后每一天啊，头前爱拜什么水果，拜啥，逐天爱安尼照拜，爱真虔诚上敬。伊讲师姐啊，我基督教的徒咧，管他你基督教徒，敬爱有好教有好啦。你啊基督教徒，你有法度，你有好啊，你无必要过来找我啦。三点点点点，啊，这个教授非常有出名，啊，跟阿扁啊这个东西的同学，那伊咧。到尾啊，都等伊啊！啊，不过交代49天，上经49天，啊，结果逐天的等伊的教上，再时的偷偷去上呢，有时波禅叫拜，无佛无佛像呢，教上用一部经做佛像来拜，上到49天的时，48天，早起精神啊，爸，我怎么在这里？我睡了一。好长的觉，我睡着照顾照顾的咯，照顾我了，才对。精神全好啊，元神都倒来啊，将好的精神啊。所以，伊就以教授专门的法律上的博士，在教法律的博士的老师。所以啊，以后若上课拢先讲这段，讲咱唔好干呐相信钱、甲财、甲名、甲利，爱相信要有一个生命。要一个宇宙的神佛的主宰，吼，拢甲学生啊先讲一节，两点钟一直讲一节，那一点钟一讲半节，介绍讲伊怎么囝跳楼顶跳落来，死无去，佮救倒起来是安尼会经过，所以就以哈教授啊圣灵。啊，伊嘛是非常非常，这个真有智慧啊！伊个嘛，伊用伊家己辛苦的经验来做教化大众，所以讲咱嘛爱修啊，咱若无修，干那求嘛无效，求一届好咧，两届好咧，三届你都无啊！啊，所以现在宗门啊，每一届我都接面万和大家保持着咱心灵的安详，啊，保持家庭的和谐，咱来当修这样子。现在几十万年、啊、一个700多班的上课，所以我希望呢，河北地区全省各国的乡亲呢，你若有时间吃到我们各个所在各分道场、啊、我们去学道，来大家来学道，大家学易经，做人处处可安心，大家学易经，大人小孩该聪明，大家学易经，家庭圆满一条心，大家学易经啊，国家社会更太平啊！这是咱今日来到新港所在，咱嘛其中的一个目的，为愿咱大家平安顺遂幸福。今日谢谢咱这里好多清溪哈妇联会哈这个代表会哈，咱的乡公所各位的支持，谢谢。各位，谢谢，谢谢，老师要到沈老师来指导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